阿胜，屏风是真的没有带吗？没有带啦，屏风怎么带啦？屏风干嘛啦？屏风在哪里倒站呢？是的，搬完新家总是要断舍离，有些东西不需要就不会带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该带的会带啊。不是啊，搬完新家就是要断舍离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有些东西该带就是会带，比如说我们战神黑马卡就是一定要带的，还有这个什么，我们恶名昭彰的外套，这也是一定要带的。哎、欸，我就叫我朋友来跟我讲话。我看到大家好，看到那个我是沟壑啦，靠腰屏风那个跟超负荷之间，那个屏风比较垃圾一点啦，常常会讲一些话。那个他跟超负荷之间有一些事情比较水比较深的。米老鼠呢？哦，各位啊，大家好啊，哦，我是米老鼠啦，靠腰好久不见嘞，啊，靠腰没有啦，超负荷他搬新家那个什么。屏风不带是那个屏风有点问题啦，看他整天讲那些小话让超夫生气，不爽就打他啦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他搬到台南了，对不爽可以打衣柜啊什么的，都可以讨论的啦，好不好？阿胜，这里其实不是新家，是精神病院吧？好了啦，整天讲一些小话何必呢？阿胜，信中怎么会忘了带？好了啦。你断舍离哦，为什么肥肉要带来？老哥，芒果酱的专辑有带来吗？有。丹力搬去台南是要胖到160公斤，然后去接陈立山代言吗？对，对，目前在努力。笑死，带一堆派对玩具，好的啦。什么是派对玩具？那什么话、啊？对不对？什么最重要的没带？有啊，最重要的有带啊。别听你们讲那些屁话，我也没看到什么。太夸张了。最重要的我怎么都没带？讲的什么话、啊？重要的东西我是都有带在身上的，好不好？搞了什么话、啊？请起立！不是、啊，我到新家里面应该是你们给我乔迁喜庆吧？为什么是我要起来？有病是不是？阿胜馆长的包带吗？怎么可能没有带？阿胜现在大东西哦，每个东西都带带的啦。一下过来，一下向大家分享了。妈越来越像蛋头了，万一你们小孩想回文山，有没有？你知道乳清靠腰，恶名昭彰的水壶，哎，靠腰这一定要带的。恶名昭彰的口罩，哎呦靠腰，我这一定要带的啦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李爷的杯垫。哦，朵莉姐跟我说拜拜了，你要跟大家说拜拜吗？你能走，你能走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靠腰。哎、欸，台南有什么比较？台南有什么传播比较叫的比较快、啊？有什么就之类的那种会馆，他可以叫到家里。哎、欸，怎么啦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没有啦，你快，你没有啦，你去忙，你去忙，你去忙。怎么啦？干嘛？阿胜希望一切不好的过去都流过去。台中。希望这阿胜藏在柜子里的小朋友外套记得要收好哦。谢谢，烧掉了，烧掉了。快要、哦、我偷带一个东西来。啊，一个回了三个。这个咪蛋送我，这个你不要讲。这个咪蛋送我的，这个你不要讲。这个是我偷偷带来的，咪蛋送我的。这个，那、啊、这个 Tenga 的咪咪蛋送我的，这个先不要讲。阿胜，瓦特别会在你老家开直播会，会。阿胜那边隔音好吗？隔壁住一个独居老阿嬷，从来没听过他的声音。阿胜，朵莉也会搬来新家吗？靠腰，啊，不然呢？阿胜有机会看到你跟朵莉表演宠神3003一样的效果吗？下一个过下。老哥，你前几天搬家还顺利吗？我好像有看到你上新闻，这是帮你搬家的货车吗？蛮顺利的、啊，那一间不错啦，那一间品质算蛮不错的。回头车来讲，那间品质算蛮不错的。因为搬家的话都是。有只大猪上半身挂在车外，只剩屁股还乖乖待在车上，但下一秒大猪直线下坠，鼻子着地，在地上滚了好几圈后才停下，惨遭货车抛下的大猪坐在路中央，为什么不肯后方用路人看见马路上出现一头猪，纷纷减速以免撞上。头着地哦，下巴掉的时候。
这起猪摔落路面的意外发生在花莲市里，民众发现我会误身倒法，那个我下巴我是不可能头着地的，我会眼睛会看看肚脐眼，收下巴，这头猪不可能是我，这只不会护身倒法。这我是会护身倒法的人啊，我跟这种猪的 label 是不同的。拜托，把这只猪不会护身倒法的何必呢？真正的大猪在右下角，好啦，哇，不是都没有必要这样子讲，冷静一点。玄关不是说生日会吗？他不是说要邀请我去？我今天哪有看？什么阿雄生日会可以邀一二六八来吗？好吧，那有什么问题？阿雄不要邀一二六八啦，他来我们大家都没得吃东西，都会被他吃光了，好妖。你刚才讲那些小话，阿雄可以要1268来吗？他 S 拿世界冠军的时候，我超想跟他合照的。胜哥，我来代码投了。阿胜到了新店，要便宜很多。一下干走煤气哦。谢谢，那他变大出一万零串幺爸爸的港币130块，新区要空干人家干走煤气哦。我有一条特别了不起的圣经。对了。累了，不是啦，不要你叫我做些有的没的事情啦。好呀，累了。丹尼可以接到新加坡吗？这里是直播间。然后古力姐根本是二年级，因为我跟她说隔音要好，所以在我搬进来之前，她在那边弹琴的钢琴，没有被人家暴，没有被人家按电，所以应该是失败的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然后窗户是气雾窗，然后就是全部都是死薪水，全部都是死薪水。阿虫有躲在厨房柜子里吗？不是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，太敷衍了。不是，我在跟你们讲，我们那个超过和5920。好的啦，这几天怎样？我们那个气炸锅有一只蟑螂，小蟑螂，因为气炸锅不是只有下面可以打开吗？它好像朵莉姐说，好像要做，她之前要炸一个东西之前，有一只小蟑螂从上面那个缝缝爬进去。今天我们试着把它打开，然后蟑螂没有爬出来。不是啦，那怎么办？那气炸锅怎么办？它没有爬出来怎么办？因为我们想说，因为那边打不开嘛，上面那边打不开，然后只有下面那边，所以我们就想说调最小加热，看蟑螂会不会爬出来，会不会吓到爬出来？它没有爬出来，它没有爬出来，你知道吗？高蛋白。全家包。老哥，你能不能爬出来啊？老哥。可以爬出来。阿虫，出来啦！阿胜，我付租金不行吗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原本固定会剪片的频道就那几个嘛。好了，然后有的时候我大概还知道是谁，就是之前那几个嘛，就馆长幻想中的什么东西，然后那个什么，跟那个百变怪，然后现在是越来越多了，现在那个片师已经多到好多个，我不知道哪个是谁的，一下那个头贴用科拉奇，一下用黑玛卡，一下用什么东西的靠腰，我现在已经多到凤梨弹头，对，以前都那几个，你知道吗？但我大概还知道是谁。靠腰，现在已经多一大堆人。靠腰，这个不知道谁搞的。不是，我可以那个吗？我可以跟你们大概讲一件事情吗？就是我开台的时候，我在听这首歌，我听了33秒，你们就开始播歌，然后我到现在只听了33秒，我想听一次，我就想听这一次而已，能不能先抖内先暂停一下？我就想听一次。哎，阿胜，台那么甜，你还搬过去，你根本不想减肥吧？其实我觉得台南没有到真的很甜诶、欸，你说东西都很甜，其实还好，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还 OK 啦，因为它饮料有一分甜，我觉得一分甜，你知道我算我一分甜是自己骗自己吗？我现在点饮料都会点一分甜，还蛮爽的，有时候点少饮都会点一分甜，那就很爽。